啊，应该还记得这个吧？打架 ，Fight in Title Space Agent 11号啊，这个呢，我们就是一个特工。好，选择牌组，我们先选这个标准牌组。名次不是热身的名次不能写上去吧？好，前进。以前我玩过那个试玩版的，现在有正式版的。好，我看一下，有点忘记，我是红色那一只嘛，还是我是黑色那一只？哦，我应该是黑色的这只哈。哦，我是黑色的。看看啊，快踢。Combo finish， 长拳，直接给他一拳，怎么样？哼，血还很多，快速防御，前冲，大脚一踢，移动两格，好，结束，倒可以留哎。推人，推人撞墙是不是有伤害啊？嗯，有四滴。快速出拳，前踢啊哒！退一步，哎，再位移。看看啊 ，Head Smash， 这个好像是有墙才能用啊。嗯，可以，这招效果很好哎。任举一到二，前进，出拳，幸存者要晚啊，还在排啊。招到底是要怎么用啊？要先累积 combo 数， combo 数在左边，最少要三个 combo 数哦。打一拳就可以加一。啊 ，dash 防御，哎，前踢，前冲，撞墙。漂亮，有什么嘞？可以移动一格，移动一格到任何一个位置，三张都位移卡，好，选择张好了，轮转位移，我们去这个 restaurant， 本寿。敌人开始拿武器了。好，先开一个 counter， 快速出拳，长拳，我要接住他的武器，然后再锤他。我的手就是这么硬哦。倒也太强了吧！前踢呀，过，哎，等一下，幸存者开始了，幸存者开始了。要开打了，要开打了！黑色幸存者，这一场非常重要。左上角这个没有用了，
先试一下这个啦，这一款其实他那个时候试完版我就蛮期待的，现在看一下完整版啊长什么样子。目前前面的卡是都差不多啦，这一款就是我们扮演一个特务要完成各式各样的委托。这一关呢要在厕所把所有人打死。25D。他准备捶我拳头八。先给他一拳。再给他一个长拳。嘿哎呦。他拳头不会两可以打两格吧，那是不行吧，防御。OK, 位移。啊推他撞墙。推人可是非常有用的。后退一步。哎呦他怎么腿这么长啊，他把自己人揍死了。给我下去。把自己人给锤死了。把人家打到倒地，然后打4D。4D 倒地，最下面那个符号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可以重复使用是不是？好，再来两个区域 ，Airways 跟霸啊，我们去酒吧好了。要玩啥？特务啊，就爬塔。It is your sworn duty to protect this British ambassador.He is a flight tender and will not move of his own accord. 啊，好，没问题。救人嘛。好，这一关是要救人。他被打死的话，任务好像就结束了。先来一个过肩摔。他被枪打嘞，走开！被枪打还是蛮痛的。快踢！哎，我又后退了。哎，哭啊！他怎么又是前踢？好痛啊！我想想啊，先来个长拳。算了，被枪打也就那样吧。轮转位移，这个要三点的 combo 值。好，防御。没事没事 ，VIP 头很铁。他起来还会被晕一个回合哦。哦，我被夹杀了。来出拳。没有人在墙壁旁边呢。走位，喵！前踢，请你滚蛋！哇，前踢我还会往前走一步，有点尴尬。请你倒地。枪打了，人被枪打了就不一定会死的。来啦，我来扛你一下啊！他怎么会推人啊？快踢，前进，好像是走到他前面的话会被他推位移，一个全部动作播放一次吗？有是有，但是那个其实也蛮卡的。可以打两格外，给他一拳。是这个人也，
只要碰他，他就会反击哦。嗯，每回合会自动攻击一次。啊 ，VIP 快被打死嘞！哦，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啊？我先走个位。嗯，哎，怎么办？没有攻击感。哎 ，VIP 别死啊！让他撞个墙，哇，好痛！不止他这个推人好强哦。他一回合只能推一次嘛，我看一下，先往前。摔一个，换我推你了啦！哈，先怕。我也被推了，推要稳定扣四、欸，直拳，强力前踢，哦，这一拳怎么有点痒痒的、啊？哦，房价好，哇，被他踢开就不能反击了。前冲，嘿，哇，还好可以补15滴血，不然我就快死翘翘了。Neighbor Streak， 打4点伤害，然后让敌人少2攻击力。而且不会触发对面的自动攻击。哦，零费的拳头，重拳，重拳看起来好强哦，两费打14滴耶。算了，零费好了。啊，补血站来补一下。可以增加最大血量2滴，100块增加2滴哦，这么死。怎么这么抠啊？好，下一关一个霸，看重播。好，等来看一下重播。啊，这次我们来到了一个酒吧，有一个有护盾的肥哥，还有手枪仔，哇！我看一下，重型不会被击倒。会打3滴血，每一回合有12点护甲，这个好像不好处理耶。叶问有说过，先处理有枪的。先倒一个。然后我们先处理有枪的，怎么样？哦，哎呦，他怎么是远距离的？还哭啊？还受伤了？啊？有那么一点把我包夹了，是不是？你们以为把我包夹了吗？带血不出去。防御，防御，啊，防御架好，哎、欸，不痛，不痛，那怎么办？嘿，滑出来！哦，原来这张卡是这样用的，抓在撞墙。哇，哎、欸，哭啊！抓到撞墙，它会转过来哦。先打这肥子好了。肥子要打前方10滴位移，注意啦！这游戏打人真的微妙。我看一下啊，先给他一脚。不妙、欸，要给他一脚我就打不到嘞、欸。
啊，溜溜溜溜溜，哎，走位啊，先走位再说。过过过过过。嗯，滑上来 ，counter， 给他一拳，再给他一拳。他们其实蛮容易 TK 的、啊，嘿，扛得住，漂亮啊，漂亮！这个火人是只攻击前面一格，是不是啊？我的腿受伤了。好，先打旁边那一个吧。哦，他跑上来了。你还敢过来啊？应该可以直接打死吧？哦，不妙！哎哎哎，换个位置，换个位置，换个位置。他有点硬。好，快踢！啊？哦，我只要在他面前做动作就会被他打、欸，哎，好痛哦！是不是我有点打不过这个肥子了？先走位一下，八滴血，好，好，好，哎，哎，肥子不忍了。这肥子就这样直接不演了嘞！哦，平 A 开始了，哎，看谁把谁回旋踢怎么样？哦，不怎么样哎，滑步一下，给他一拳，再给他一拳。再给他一脚，喂，怎么会这么硬啊？这一只是每回合十二点护甲，太狂暴了、啊。再喂一下，一回合要打掉他二十滴血啊！给他一拳。啊！回旋踢，最好是请他离开啊！哇，八个回合，八个回合内解决还送六十块，我这场打太久了。嘲讽，让一个敌人马上攻击，然后接下来他就这个回合就不会攻击了。前踢强化版，哎，我忘记重播了。给我过来一下啊！让一个角色往你这边走过来两格啊，过来一下，这个好像不错。Kitchen 跟四剑，去 Kitchen 吧，祠堂。哇哇哇！这么多人哦，有手枪的。哇！这么快就被包围了。先打就知道了。这个好像可以直接揍死哎、欸。我们先揍死他。没揍死是有那么一点尴尬了。喂一下，功课开启了。谢我爱安安三十五个月。好，来前踢，嚯！效果拔群呢、欸？这是怎么写这么多啊？我倒地，
这个姿势可能是死了吧。这张卡打七 D 和十 D， 我把子弹接住好了，不想位移了。身为一个特工，接子弹也是正常的嘛。这一只是会推人的吗？这应该是不会推人的吧。嗯，会推人的好像不是长这个样子。我先过来抓他撞个墙，我再推他一下。哎，轮转位移，回旋踢了，让他过来一下啊！结果也只走了一格、啊。位移，再位移。哇！好，卡他的位。Annie Alice， 你今天结婚？啾啾啾！有啊，我有给你那个有给你送个小礼物。啊 ，J 粉结婚，那我都会去送礼物的，好不好？拿特务不带枪，金牌特务哪有在带枪的？通常都是带个雨伞啊。哇，这一波我怎么就没有拿到三星过啊？有欸，他这个速度比之前快一点。我记得之前那个回合还蛮慢的。镜头做的比之前好看的啊，如果可以更快那当然是更好啊，最好是让我直接一轮把对面给打完。之前试玩版的话是只有第一章而已，蛮快就过了。哇，他每个动作也不是那么好衔接的。哇，如果六个回合内解决还加最大 combo 数了。哦，这个人的腿，这个西装材质这么好，可以这么扛哦。哦，那就上断梯好了，我看一下，去一趟医院，快嗝屁了。补血。没钱了，高科技裤子，事件走不了啊 ！Parking， 公园，哇，这是有安全帽的敌人，哎，我看你安全帽能不能扛子弹呢？还有一个白胡子。这个人准备要前踢哦，嗯，我想想看啊，那应该是先处理这个吧。可恶，他也不在墙边，你给他一拳好了，看你安全帽多硬，再位移一下。打女的，这里有女的可以打。好，抬腿，长拳，再推一下。好硬哦，怎么这么硬啊？走位，好，我就躲这了，再来一拳。
啊，你怎么不开枪呢？强力前踢。点护甲，好，我就来这边扛着这个人好了，我就一路把他踢出去了。哦，他还要把我踢出去的。来，给我过来一下。扛子弹。徒手接子弹，送一个特务必须的。强力前踢，再来一个位移，给他一下，再给他一下，再位移一下。哦，对哦，白胡子，真不愧是你啊，白胡子。哦，他很狂嘞，他真的很狂嘞。回旋踢，他每一格，他每一格其实才打五滴而已、啊。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影响。他就是范围比较大 ，combo 等级加四，哇！直接把敌人抓起来摔哦，两费，两费一格，他后面那一格必须要是空的，哇！强力 combo， 好，选这个好了 ，combo 强化。白胡子是内鬼啊 ！Your fighter has been sub-targeted. Take control of the plane or grab a parachute and head for the exit. 你要搭飞机呢，还是、搭飞机？我要开飞机。多了一张诅咒卡。每回合少一滴血，哭啊！再去一趟 kitchen， 流血了。法拉恰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耶，不是一般情况下用得到的单子。不是这受伤也太恐怖了吧！他每回合少一滴哦，好痛哦。要锤我多少？锤我七滴血！你给我过来一下！因为他防御也没有办法叠，要不我这回我要少一滴吧？又流血又流一滴耶！先抓他撞个墙啊！怎么办？我被敌人卡住了、退一下。给他一脚呀！好，先撤出来。睡啦，肥哥，这样打就对了。就知道你是挺我的。飞哥其实有位移卡的话，蛮好打的。十二滴，好，位移一下。哇，好硬啊！我会不会先流血流到死掉啊？上 T，
题。肥哥是会被推的嘛？之前是试玩版啊。啊，非常不妙！躲着吧，位移卡不够用。老天鹅啊！先推他一下，应该是有一些特务专属的武器可以用吧？这是有点不妙哎、欸。扛一下好了，直接硬扛打伤害，硬扛打伤害，我又受伤了，特务怎么会受伤？给他一拳，我刚可以滑出去啊，但我想用这个，我 shift 是可以直接人家跑到人家后面去啊。好，请你离开。肥子过来，扛拳 ，counter 防御，给他一拳。呀、yeah! ，哦，就这张卡最好用。哎，这怎么还没死？头这么铁啊！再给你一拳。火鸡轩幕府可以移动两格。Discard if not played as the first card in the turn。哦，如果没有，他不是第一张用的，会直接被丢掉。哎，快速防御，把人家抱起来摔倒，废卡都是废卡。我要补血，我快岔开啊！再加两滴血，哦。啊，上面这个遗物应该是可以移除的，要80块，亏了。来打第一张的 BOSS， 可以组个推人流嘛？要推人，当然也是可以推人啊。第一关 BOSS， 刺客教条。我这26滴血啊，而且26个回合之后，我就会被毒死了。啊，这怎么办呢？先往前冲，让他滚蛋！哎，门没开。他这把手枪可以打12滴，有点危险。他两脚滚蛋。哦，这两个要互射嘞，那我先走了，然后淡淡攻击，走一步，喵，哈哈哈哈，喵，哦，他要准备被开枪了。可以打6滴，哎，再推一下，走个位，哎，再来开枪 ，nice。他现在很混乱，问号问号问号，不知道是啥意思，还是他要召唤小弟之类的？啊，倒在地上，我不能踹他，哎。哦、他绕狼了哦，真的绕狼了。每拳第一可以打18，哭啊！我要夹起来喽，能把他弄死啊！回旋踢20滴呀！你老天鹅、啊，倒地！哇，还好倒地对他有效。那我还要越过他的尸体，
大家去撞墙。没事，这些特务过得可好好的，给他一拳呐、啊。喂一下，好看我前踢双杀呀！长拳，哦，打死 boss 就过来回二十滴血，轻松了。Good work, Agent 十一号。You have destroyed a large part of the Death Headers。啊，哦，长官，非常的开心。那我们可以去下一个任务了。Easy。还得到了一个遗物，每回合加三点格挡。啊，第二关 Sale 浴室。哦，啊，再来，我们是要来打一个这个老大嘛。啊，第二章开始就是全新的章节了。看一下你有什么能力。好像没有什么特殊能力哦，打十滴血。看看，这样走好了。前踢，开推，嗯，可以。哎，这监狱里面他们怎么有刀啊？滑过来，防御。前踢，啊，上踢，啊，出拳，在这个要打死，哎，为什么拳头比刀子还痛啊？走个位。防御架好，嚯，他把我包围了呢！哎，我一个一个解决啊！先处理这个了，再给他一个回旋踢啊！请你离开。我怎么又扣一滴了？哦，扣一滴的那个效果还在持续哦。哎，怎么还没死？再见，漂亮，30元 ，Big Block， 两费22房，感觉像是个垃圾。Combo Counter， 嗯，多打两滴伤害，每个 Combo 等级。好，选这个好了。我觉得直接扛起来。啊，换了个关，他前面那个诅咒还是在，诅咒卡不会消失，跟那个爬塔的一样。哈啊！阿达。呀！他们好像都只能打前面一格吧。OK， 过。他们拳头都很短。这个可以打八滴血。哎，哎，轮转位移。啊？散弹枪哦，你们说我能不能接住散弹枪的子弹？我要去接住散弹枪。
也才打八滴血嘛。回旋踢，再让他倒地好了。这边撞个墙 ，combo counter， 拿枪来用，特务还用散弹枪，也太 low 了吧！哎，我血怎么是这样啊？是不是他们打人也太痛了吧？走开。好，来，请对他开枪！啪啪，八滴而已，好痒哦！他又来一只啊！先解决一个。这可相当的尴尬了。让他过来一下。他过来是过来了，再来可怎么办呢？非常的不妙。没事，可以扛了，可以扛了。嘿，那两个远程狗哦，还好我 hold 得住啊，只是我快被毒死了。哎，他们还会两个把位置架好的，这么扯哦。踢他一下，架护盾，再推他。应该是 hold 得住吧，我这比僵尸还硬啊！前进，长拳，撞墙，倒了吧，给我倒地！这边推一下。两发散弹了，轻松了。哎，换个位置啊，朋友。我剩多少血啦？我好像快岔开了。我剩八滴血了。上踢。啊！哎，位移一下好了。可以，给他一拳，让他蛋碎人亡。哇，可以跳起来踢人呢！强力前进，哇，我要跳起来踢人。对啊，这是电影一定要有的。那怎么办？现在真的快死了。哇，医院好远哦，真的不妙哎！啊，不对，我就剩七滴血。哦，没有公事包哎，这次任务是取回公事包是不是？啊，只有七滴血，这样怎么玩？剩六滴了，王，开局就被包围了。什么降落地点啊？是不是有人在坑我啊？五回合之内很难 KO 敌人哎、他是最后一滴了直接打到跳起来了哦懂了懂了懂了
被毒死了。哎呀，被毒死了也是要做做效果了。在一场吗？算了，差不多要休息了，还要忙明天的事情呢。我们今天早点休息啊，明天早点开好不好？这是非常遗憾哦，刚刚没有把那个牌移除，还有一直扣一滴。这一款不知道有没有汉化嘞，我看 3DN 上面没有。我尽量早开啊。那我们今天先开到这，大家恭贺贺。